颁奖闭幕礼由国语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荣代表教育厅长致辞。比赛的结果，总锦标桃源县，县市团体组第一名也是桃源县，山地团体组新竹县，师专团体组台中师专，个人成绩方面，演说第一名张家红，朗诵第一名彭少英，作文第一名刘文慧，写字第一名是王雅慧，阅读第一名是陈大明。